哦，是你这个赔钱货，是你真是浪费钱，多衰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你妈妈就不会跌倒。哎，大姐，我是上辈子欠你什么？你够了没有？你打死他了，顺便你把我打死，这样会比较容易，以后你见不到我们了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我叫陈豪，有个脾气越来越差的爸爸。记忆中，爸爸是很疼我、很爱我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爸爸就开始不理我，对我越来越差，甚至拳打脚踢。喂，我无你无音量，我搞灯，我打波给人修怕。哦，你落好啦，你是查某囝，查某囝乖。OK， 无音量，无音量。你老婆又怀孕了？是咯，两个男鸟，我希望下一个哦，生女的。你知道我想要女的啦，你看你的几可爱。爸，回去。你可爱吗他哦？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爸爸才会越来越不喜欢我。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，优秀一点，爸爸就会喜欢回我？爸，这次我考了第一名，不再是第二名了。第一名又怎样？还不是个赔钱货？为什么？先生你，先生男的。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真的衰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可是我相信，我不是赔钱货，我也可以给自己好生活。以前妈妈是我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的靠山，小时她保护我，长大后我也要做她靠山。找个男朋友保护你，我也算有半个儿子了。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，怎样都不会有一辈子的仇恨。Hello， 安哥安弟，恭喜发财！谁呀？你不是说了半个儿子吗？这么快变魔术啊？咱可以坐下了吗？可以可以。欢迎欢迎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可
可能我们减少了回家的次数，不回家也要多多打电话回家，因为电话另一端的他们在等着我们。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